段消息来看，在野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、郭文泰甲郭台铭，今仔日伫台北的葫芦丝大合体。不过现场的焦点竟然是三个人的座位房换几届，讲至少换八届。为什么安尼呢？听讲是因为侯友宜甲郭台铭拢想要甲郭文泰坐做伙。啊，那有关南北合作的进度？有风声，讲侯友宜设定明仔载就是谈判的最后一天。侯友宜今仔日讲，火车过站就无要等人了。马祖起家在野合作更久，这个画面看起来是真富海，严格现实是台顶台卡三人的位，一换就换八遍。这大作是换来换去，侯友宜无聊，更加是几啊摆含妙方积极交涉。根据了解，是侯友宜和郭台铭双方拢想要和郭文泰坐做伙。台联阿爷启动白主委黄如英组，马过来变想要叫郭文泰来侯友宜的边仔坐。严格郭文泰无要动，就是无要动。这局颠倒是郭当赢。我老对跟柯市长坐在一起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们老朋友，他跟侯市长的也是老朋友啊。郭董，挑拨离间的。市长刚刚换位置换了很多次耶，刚刚换了七次位置，你们有没有关心？派头表示不清楚，但都是郭文泰加底价。是不是刚刚是不愿意换到侯友宜旁边吗？那我换，我来已经换七次位置，要换第八次，然后再叫换第九次，我就抓狂了。参照那被黑的规定，却特离奇，更加是传出侯友宜和郭文泰两个人私底下见面，闹个双方拢无欢喜。第二次跟侯友宜密会的时候，有没有跟他说韩国瑜或柯震东都比他强？侯友宜、郭文泰、朱立伦三人被会，拢敢那对那被黑的进展无啥帮助。对各组台的郭文泰、侯友宜设下底线，规则一规车三一切变公。火车过站都无等啦。时间嘛无等啦。郭文泰正一阿妹面色紧张，讲一摆的整合艺术是当着阻碍，也毋过请大家卖烦恼，因为和朱立伦有共识，必须爱进行第三批民主革命。时光等来到现实面，政党协商敢有讨论出一个答案？现在已经进入政党的协商，我们就不要再回到原点，两党就要拿出新的方式。那郭台铭虽然民众党是讲郭郭配已经确定无可能，但过在野的整合无到最后一刻，拢有变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